今天呢，台湾的天气风和日丽哦，连台北呢都出了大太阳，然后呢温度也高达将近有21度哦，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。那么记得呀，要带父母，还有带你家的宠物，还有包括的小孩去外面多走走哈、哦。那么先恭喜会员哦，这个礼拜真的是赚到一个所谓的爆炸、哦，就是因为一个所谓我没空病毒嘛 ，Omicron 我没空病毒啊，真希望呢。接下来全世界会不会再出现一个我有空病毒？因为真的是赚翻了。那基本上，你每天看我的一个所谓节目，你有没有觉得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？我再一遍哦，如果说我的节目是那种看到图才在跟你说故事的投顾节目，我讲坦白，那种垃圾节目你就真的不要浪费你的时间看了。可是你想想看，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所谓状况，我有没有做到一个所谓事前的预告？除了事前预告之外，我也给你看我每天操作的一个所谓简讯，这是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投顾老师做得到的。那问题为什么我能够这样做到呢？因为很简单，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强调，我说主力做手操作还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，包括周线、月线框架，包括多主线。就像我举例哦，我在跟投资者强调，我说是他是利用均线、K D 乃至于成交量做散户的欺骗。每次我讲出这样子的话，有很多投顾老师，有很多投资朋友愤愤不爽啊，说谢老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？难道我们过去所学都没有用吗？这是为什么我说你要来上课最主要的原因。我跟大家举个一个所谓非常简单的例子，我请问各位哦，礼拜一的那一天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台北股市是不是出现往下的跳水？当它出现往下跳水的时候，我请问各位，你的软体甚至包括你所使用的 K D 指标 S I， 它会有买进讯号吗？那现在重点就在于说，有没有一套软体，有没有一个投顾老师能够在事情发生之前，我请问大家，在上个礼拜四我就很清楚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的空。这是为什么我一再跟大家强调，我说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 YouTube 的行销表，麻烦大家去下载我们的一个水软体。礼拜四、礼拜五都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空，结果礼拜五的那一天，我跟大家预告收盘小怪家缩小 AC， 而且我两点钟解盘的时候，你告诉我，哇，台北股市已经跌了这么样的深了，哇，他的复乖离率已经很高了。拍谁啦？我这个人齁，我废话不会很多，因为在礼拜五，既然我知道收盘小怪说小 AC， 我请问各位，我们请我的会员在1:36 PM 盘的夜水部分，我们直接采取放空的动作。哎，等于说礼拜四、礼拜五我没有做哦，就来到礼拜五的尾盘的时候，我告诉我的会员直接放空。就放空完之后，你 PM 盘有没有出现连续性的下杀，一口气往下跌了272点？结果你告诉我它的复乖离率已经很高了，我却告诉你呢，主力心态从礼拜三的 PM、礼拜四的早上、礼拜四的 PM、礼拜五的早上全部都在放空，就是因为主力连续性的放空，所以说出现 Omicron 的一个所谓病毒。啊，你们觉得主力心态很神奇呀、啊？有没有觉得主力现在超级无敌恐怖的？还没完，还没完，还没完！礼拜一当台北股市出现往下跳水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的会员，主力现在是从绿色变成红色，代表主力心态是由空转多，看清楚哦。我们是怎么样？你在上个礼拜五办好入会手续的，麻烦回答我，我们这一个礼拜有没有海捞超过1000点？我们怎么做到？再变哦，礼拜五主力心态空就放空嘛，放空嘛，放空，结果偏盘大跌。就礼拜一开盘，我们看到心态由空转多，心态由空转多，心态由空转多，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的会员做多，就当天的我们就赚了373点。结果呢，那时候的盘中连线节目当中，我预告外资反手做多。你记不记得当时的主持人还一愣一愣说怎么可能啊，哎 ,Oracle 的一个所谓病毒，而且美国道琼期货盘是下跌的，谢老师既然说外资反手做多，就外资礼拜有没有做多？就当你看到外资礼拜一做多的时候，很抱歉，我又捞了70点。就礼拜二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，我说大盘周线绿灯 ，OTC 它是个标标准准的一个所谓红灯，这是我所跟大家做的一个所谓预告。结果精彩的是礼拜礼拜的时候的台北股市上下震荡上涨，尾盘有没有突如其来急杀？有吧？突如其来急杀，我们很清楚，又跟大家预告再一遍哦，1000点的绩效，1000点的荣耀，这叫做稀松平常吧？一个礼拜1000点也没多少钱，才20万，才赚一倍而已，有哪什么了不起的、啊？可是你做得到吗？你的老师做得到吗？如果做不到，我麻烦大家一定要带枪来投靠，看清楚什么叫做逻辑。好，不是收完盘，我告诉你，我买最卖最高，再变哦。礼拜二杀尾盘收最低的时候，我也去跟你预告，我说啊会跳空开高，我说礼拜三会跳空开高。我当初要讲出这样的话，没有人要相信，
右边要相信，可是问题重点来了，为什么礼拜一的 PM 盘我做多，为什么礼拜二的 PM 盘我却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却要等到什么？我挂226到205做多，而且有没有急杀？有没有急杀？有没有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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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有来有来了，最高209，就这样我又赚了350点。那问题我想请问各位，为什么礼拜的 PM 盘会继续杀？为什么？因为在礼拜那天我们跟大家预告说小怪说小 AC， 老师啊，我们做期货，答案出来了。为什么你要学？你没有时间学的，就去下载我们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，拥有 AC。我请问大家，我昨天尾盘，我买进2610的华航，2618的长荣航，为什么今天跳空开高我要卖？会员回答我，学员回答我，因为昨天这两档股票是收盘小于关键价，收盘它是小于 AC， 好、哦，收盘小怪收盘 AC。那么你为什么昨天在尾盘的时候我敢买长荣航跟华航？因为在昨天早上 Telegram 我们斩钉截铁预告，我说会开低走高，逻辑都是一模一样，你不要把它当作期货，你把它当作股票就好了嘛。就是因为收盘小怪兽的小 AC， 它就往下杀，可往下杀为什么买？因为我知道多头主力套就是会跳空开高，就这样用350点哦。那我请问大家，当它跳空开高的时候，到底是开高走高还开高走低？很简单嘛，看主力心态，主力心态还是个标准多，所以说我们还是做多啊，这样又多了200点。所以说你不要去找一大堆借口，老师啊，我不可能带着笔电到处跑。你可以把主力心态的软体直接灌到你的手机里面，你能不能够第一时间这样子？有没有轻轻松松也是高达将近有500点？为什么我可以从头报到尾？因为很简单啊，当心态再一次从绿色变红色，当心态手机哦，这手机价我们看到手机价哦，所以说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去下载我们的软体，真的超级无敌简单，超级无敌便宜，超级无敌超值的。因为主力现在从绿色变红色之后，他们在翻空，这手机价不是手机价，这我们看到手机价。那同样，当主力心态，主力现在礼拜二是往下急杀，往下急杀，往下急杀，主力心态空嘛。只有来到 PM 盘的时候，这根急杀，我麻烦大家对下来，主力现在是多，就开高，主力心态多，我们又做多，这样多200点了。所以说，一个急杀，我们做多又上来再做多，这样子就高达将近有500点，恭喜我的会员赚到翻了。然后跟大家预告收盘大于关键，收盘大于一个水 AC， 结果呢 PM 盘这样又高达将近有360点，而且我连价位我都直接报给你，我 Telegram 有贴哦，你不要说你买不到哦，你买不到哦，570530买进570这一趟160点，530有没有来？我有没有来？收盘收500，收盘收500，收盘收500，怎么可能530会没来？这样又300点了，这样又300点了，又30%哎，好。结果呢？为什么杀尾盘？为什么会杀尾盘？偏盘为什么杀尾盘？因为很简单，心态空嘛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要看很直，你说老师 啊你心态空为什么不带你放空？我还是老话一句哈，我要做研究，我要休息，我有我的人生。你缴的钱，我讲坦白的，以我这种专业哈，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一个月付100万给我，我的专业你一个月付1亿给我都不够。我有我的人生，我有我的研究的目标哦，来喽。结果看清楚哦，昨天哦，这是 PM 盘嘛，没问题吧 ？PM 盘杀尾盘没问题吧？因为主力现在空，就昨天一开盘的时候9:03预告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准的多，好、哦、标准的多。结果昨天主力心态多，那干嘛？当然做多，当然做多。9:10的时候545到530，这个边没来哦，这边没来哦，这边不能骗嘛，这个有来，这个有来，这个没来，这样就高达将近有164点。这个加码单的部分我们就不先跟你算了，好，继续讲下去哦，还没完哦。这是昨天哦，我也记得跟大家预告，我说收盘大于关价，收盘大于 AC， 那应该不用再教各位了吧？你验证一个礼拜喽，在礼拜二的那一天，收盘小于关键价，收盘小于 AC， 结果呢？礼拜二是杀尾盘嘛，就 PM 盘继续杀，没错吧？那同样，昨天是收盘大于关价，收盘大于 AC， 所以说回答我，投票理论当中谁先拿到2票，谁就赢。别人在看主力心态了吧？啊，主力看过了嘛，所以昨天多头拿到3票嘛，多头收盘的时候是拿到3票，这样多头收盘拿到3票，来把扣音读清楚哦。昨天呢，1:41，看清楚哦，1:41哦，收盘大概关键价677到685多，如果没有成交，尾盘直接市价买进。
这样我又赚了70点，而且我是有完整的call讯，一般投顾老师他们是拿不出来的，懂我意思吧？好，老师，为什么台北股市外资这么看衰，甚至于有一个外资券商，我不好意思点名是哪一家外资券商了，他说呢，我们他说呢，钱应该要去买韩国，不要去买台湾，因为台湾存在地缘政治，所谓地缘政治就是阿共可能会打过来的风险。基本上哈，这个忽多忽空，我就懒得讲了，我就懒得讲了。昨天在 Analyst 我已经讲过了，来，我看清楚哦，我看清楚哦，来听清楚哦，我来先解盘哦。今天收盘不用问嘛，周线一定是红灯。可是今天的夜随收盘，它有没有收到726日关键价？没有的。可是今天收盘它是大于一个所谓 AC。来，我解整套给你听，因为我礼拜一就会播重播带的。礼拜一如果跳空开高，你要特别特别留意。他会把这一个礼拜二发生的事情再做一遍，我讲的很慢，我没有结巴，抄起来，反正也不用抄了。你们每天我说过了，很多人看我的节目，他是跪着看的，因为我在做神该做的事情。结果呢，我也常回推答我的会员，我不是在做神该做的事情，神他决定给你1000万，他就直接给你1000万。我是在做神小罗罗的事情，来决定谁可以拿到这1000万。多学一点呢、啊，多学一点呢、啊。什么叫多学？再一遍哦。所以说哈，全方位的360，礼拜一开高不要追哦。礼拜一如果开高不要追，老师，那如果开低嘞，周线红灯你认为呢？解完了、欸，解完了，好。所以说啊，全方位360呢，挺青年自由配的夜随方案，我给大家一个非常良心的夜随报告哈。基本上呢，在股票上面操作，我这边呢又破解所有人的迷思了。就像我今天问一个客人说：“哎、欸，恭喜你哦，6205的全新，你不是说呢这股票呢看起来怪怪的？你有听过25的全新，你没有听过6205的全新？”那我说你要买6205的全新，因为全新是 ADAS 的连接器。那做 ADAS 连接器在台湾没有几家，我这样分析哦。而且我在盘中连线，礼拜一、礼拜三，包括今天，我们是连135嘛，非凡凯明的连线135，我都跟你介绍6205的全新，我还比对3217的优群，我比对给大家看，我没有优群哦，好，我有全新，我没有优群哦。结果呢，好笑来了。基本上呢，我说，哎、欸，恭喜你哦，今天全新创新高。老师，我卖掉了。沈小姐啊，你入会的时候，你不是说因为欣赏谢老师，可以一档股票从头做到尾？欣赏谢老师是全宇宙唯一一个老师，其他都是跳梁小丑跑龙套的。我从去年12月19号就跟你讲航运类股。到今天还在跟你讲航运类股，你不知道沈小姐？我说沈小姐，你不是欣赏谢老师可以从头去讲到尾吗？那你入会的时候你也告诉我，你不要做当冲，你不要做短线。那问题为什么老师全新有赚钱，我就把它给卖掉了？所以说你们不要再跟我讲说你们做长线的啦。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，你是做长线的吗？你是做长线的吗？你做长线，你告诉我，我说过了，没有一个投顾老师笨到要做短线的，没有一个投顾老师笨到要做当冲。就像今天当冲，我也赚钱啊，我做5341世界先进急杀的时候我买进啊，就拉起来冲掉啊，急杀买进，拉起来冲掉，靠腰嘞，我发简讯给你们要钱嘞。谁不想2603、2618、2610、6205买完之后涨到1000块、2000块、3000块、5000块、1亿？不过不论如何又回到原点了。指数操作赚倍数已经高达20倍喽，27个礼拜已经高达20000多点喽，不是给你想啊。那是因为你要下载我软体，第一时间看到大盘的主力心态，你才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，懂我意思吧？所以说呢，360真的只要360，只做多月线红灯，外加主力心态多，然后借由回撤，你要连续加码买进。我请问各位，
我全新买的那天，这是过去的嘛？过期要很快回回来，智源113块，德威135加108，然后今天26块，然后今天赚26块，看靠赚好少哦，65块。然后呢，鹏程赚3只涨停板，强茂赚30块，067同济电37块，然后汉美40块，全新19块钱。我请问各位，我全新我的侧标写4.5只，不是2455，是6205的全新，而且我没有遮。说真的啦，很多投顾老师他看到我，他不敢正眼看我、欸，因为他觉得说，谢老师到底是上帝派来的，还是撒旦派来的？就一般的股民，你们好，我是上帝派来的，因为全台湾没有一个老师做到股票不用遮，而且连续追踪。可是就投顾老师同业的角度，他们认为我是撒旦派来的，因为我破坏投顾的游戏规则。那问题为什么我可以破坏投顾每天猜灯谜赠送资料的游戏规则？因为我拥有主力心态，我懂得主力做手的操作，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。所以说还没上课的好朋友一定要赶快来上课，赶快来上课，对你未来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传家宝，看清楚哦。我们全新的部分，我们在49.5块买进，然后51.4，我们还加买进。好，我们还加买进，一口气我就买了2笔，就2笔呢，到今天为止创新高，几乎来到涨停板，我总共赚了20块钱，总共赚了40涨停板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所有的学员回答我，你们已经上完第一堂课了哦。第一堂课，我们教你们如何去计算日线关卡，我们教你们盘中多空转换技巧。有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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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你们还有免费的传真稿可以看，你们爽歪歪的啦！来，会不会算？如果你告诉我你不会算，如果你告诉我不会算，那麻烦你再缴一次钱，因为你缴的钱不够多，你不懂得珍惜。605全新再创历史新高，57.5加买进。57.5还在加码，57.5我还在加码，57.5我还在加码买进。结果呢，到60.4我又赚了5%。所以说，一只、两只、四只，加上今天的5%，所以说我是不是刚好赚了4.5只涨停板？关键报告在开放最后一天，让大家做免费的索取，只有最后100个名额。最后一天时间，这张股票我说过了，这次关键报告难写的部分是股票，不是指数。指数我闭着眼睛都会写，因为股票每一只都飙飙飙飙飙都喷上去了。那你现在告诉我要买什么样股票？你要找到本益比10倍以下的，真的少之又少，零毛凤脚。这张股票我难得遮股票哦。因为我遮股票的原因，我是想知道有多少人需要我的协助。关键报告有答案，再一遍哦，只做多月线红灯，外加主力心态多了，回测日线关键价，持续做加码买进动作。课程也是这样教。所以说，一个航运类股，我们从36块钱买的阳明，31块钱买的长荣，然后94.8买的万海，73.3所买的台华，然后这是当时连续加码买进的call讯，麻烦看从去年12月16号以来的重播带。先赚562只涨停板，没错吧？该卖的时候202块，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，甚至该反手放空的时候，其实股票市场哦。他最贱的地方在于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在多头格局，他可能赚了5-600万，可是空头格局一出来的时候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5-600万全部吐回去，全部吐回去给庄家，然后在2个月的时间，反而倒赔5-600万，中间的机会成本高达几千万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全投顾。应该大部分的投顾老师只会做单边，只会做单边。可是我的课程，我有教你，你先赚到这560只涨停板，到底要怎么样赚到这562只涨停板之后，开始采取停利的动作，停利完之后再反手放空，往下跌的562只涨停板要不要赚？
往下跌的560涨停板，要不要赚？我反手放空的时候，我在节目当中我又没有车哦，我 Telegram 自己看看看看这边看这边。10月1号的那天，当时阅读的人数有1300人，我告诉你我要放空，我要放空航运类股了。我告诉你我要放空航运类股，就空完之后嘞，有没有爽赚两只涨停板？然后来到10月28号的时候，来讲10月28号之前呢，我请你们调出前天29分14秒的重播带，大家掉了没？前天哦，昨天航运类股大涨，对不对？前天29分14秒的重播带，我有没有跟你预告我满手航运类股？很多投顾老师，我有宏达电吗？我没有宏达电呢、啊。很多投顾老师跟在我屁股后面闻我的屁味，也在做航运类股。那我请问各位，从10月28号到今天，他有赚到21只涨停板吗？还是你所参加的投顾老师，你目前的航运类股只是在等待解套？我先放空，杀下来，我先放空，杀下来，来看清楚哦。所以说哈，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的软体？为什么我敢一直加码买进？为什么阳明我买91.4，长荣我买94.2，而且我 call 讯我都给大家看。哎，光这两笔，老师我没有钱了，我早知道我是借钱继续买下去。你这样就赚了77块钱呢、欸？你这样赚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你又赚了7只涨停板呢、欸？我有盖牌吗？我有没有自信吗？那问题为什么我敢？因为我拥有主力的耶稣的心态。结果呢，甚至于包括呢100块，我还在加码买阳明；110块，我还在加码买进2603的耶稣长荣。然后呢，跟你预告先卖，卖完之后再把它买回来，111块再买哦，111块再买哦。这样我又赚了2只的耶稣涨停板。然后呢，甚至于包括呢115块，我还在买2603的长荣，我又赚2只。11月19号的时候，107，我还在加码买进。那我请问大家，我到底谢文恩我在坚持什么？我说过了，我不是在做神的行为，我只是帮神做决定。大家的机会跟命运而已啦。麻烦调一下上个月的重播带，有没有跟你预告2345？有没有跟你预告2345？有没有跟你预告2345？有没有跟你预告长哎2603的月关价落在113.25？有哈有哈。那既然月线已经保证红灯了122块钱，我有没有持续做加码买进的动作？结果呢，这样又赚了1涨停板。所以说呢，从10月28号到今天，航运类股的部分总共21只涨停板，218块钱价差。我有宏达电吗？看我哪有宏达电啊？我没有宏达电。我有威盛吗？我也没威盛啊。我有宜利电吗？拍谁？我没有宜利电。我有大众吗？我也没大众。可是我做什么样的股票？再看这个后续哦。11月29号，我120块加码买进的讯息，我有给你看哦，我也给你看，我有闪，我有躲吗？没有的，我又赚1涨停板了。所以说，这是为什么短短1个月又4天，航运类股我捞了21只涨停板，我捞了128块，这是为什么？一档6205的全新，我不是买最低，我也赚了4.5只涨停板。好，航空就不用讲了哈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航空类股部分，我请问大家，2618的长荣航，我是买在20块钱吗？我不是哎、欸，我没这么厉害哎、欸，因为我都有跟你看 call 讯的 ，call 讯到证据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又把同样一件事不断的复制，不断的成长。当你回撤的日线关键价，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说你要上课，你不要跟我讲没有行情，你要上课啊。然后呢，23.7，21.25，21.2买华航吗？4只，然后呢，26.4利用急杀买进，又2只，然后呢，这个24.8加码买进，然后往下急杀，利用急杀，看到没？24.1，24.1，24.1还在加码，还在加码、欸，你踩到了机会，你要懂得 focus， 不是今天宏达电也要有，是919新唐也要有啊，然后呢，然后呢啊，今天看到28一强帽往上急涨追啊，啊追完就啪杀去啊，那是你要的草包吗？那是你要的草包吗？24.1。
24.1，这样赚两只涨停板，涨停打开，我告诉你，我都没卖，我一张都没卖，这样又赚了一涨停板，而且不止没卖，还在加码买进。长荣行打开一样加码买进，好，这样也赚一涨停板。然后呢，27.5，甚至于包括什么最经典的。最经典就不用讲了，包括什么27.9，11月17号跟大家预告27.9，就是明天航运股2610华航的多方好价，选谁？股票不用遮，而且连多方价都跟大家预告。来，没时间讲了，剩下5分钟了。来，27.3也跟大家预告，27.3又杀下来了，27.3，这样又赚一涨停板，要涨停板，然后继续买，然后呢继续买，然后买完之后开始卖，哪天开始卖，来。长航开始卖，2618，27.3获利卖出一半，27.8，27.3卖出一半。我卖的时候，当天拉涨停板，我有告诉你我没卖吗？你光从这样一个点，你就可以判断一个投顾老师他的诚信到底在哪里。再一遍哦，当天追踪字卡，我给大家看哦，我27.3我卖一半的时候拉到涨停板，我有跟你讲说我又没卖了吗？然后呢 ,28.4 29.25 这强压。好、哦、强压。然后刚刚好最经典就是上礼拜四嘛 ,11 月25号嘛。干不习刚供啊靠腰啦。航空类股主力新太空。上礼拜四的时候刚好是航空类股最高的那一天。所以说齁、哦、爱死主力新太了。他怎么那么贱，他怎么什么东西他都知道，真的很不要脸呢、欸。那他不要脸之外，还有一个第二不要脸，谢老师为什么什么东西都知道啊？因为我有主力线，所以说我什么都知道啊。他是跟在我后面的吧？这是软体，是我写出来，又不是他写出来的。结果呢，花最美的时候，很抱歉，上个礼拜四主力就已经知道 Oracle 的病毒了 ，Oracle 的病毒了，看到没？卖，可是航运类股看到没？航运类股全部买。航运类股还在买，航空类股开始卖啊，开始卖就跟着卖啊，卖完之后是往下真的杀下去，真的杀下去，对不对？真杀下去，而且航运类股还没杀，航运类股还没杀，航空类股杀到人家麻烦，主力现在空空空空空空空啊，就礼拜五大跌跌停板，礼拜一继续跳水，好，还没完，然后呢，跟大家预告月线全部都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夜水红灯，好，来直接跳这张，哦，每次每跑出来我都吓到，来看清楚了，从昨天开始铺陈。昨天12:02的时候，所以会员啊提前续约，老师啊你怎么没有写这给我们？拍谁？发 call 讯要钱，发 telegram 不用钱。你提前续约，我就加送你航运类股的 telegram， 看清楚哦。因为 telegram 不用钱，所以说我会交代很多废话。嘿嘿，看清楚哦。这昨天礼拜四嘛，礼拜四早上的9:05，我说航空类股收盘大于关键价，收盘大于 AC， 昨天跳水嘛，大跳水嘛。我说应该会开机走高，哦，应该会开机走高，应该开机走高。然后接下来你要看他们的一个所谓周线关键价，周线关键价好来哦。昨天的12:37，航空类股果然开机走高，这边25.15买进2618长荣行，2610华航26.1买进。等于说昨天在几点几分？12:37的时候，我告诉我的 Telegram 的会员 VIP 的会员，我说啊。2618的长荣行25.15买进，2610的华航26.1买进，有没有成交？自己查啦。昨天华航收盘收26.1，一定成交。长荣行收盘收25.1，所以25.15买进一定成交。还没完，那今天为什么我要跑，而且我可以卖最高？这样我又赚了一只涨停板呢，股本。哎，各3.5%、4%，这样加起来不是一直涨停板吗？再一遍哦，为什么我要卖？来感谢他哦。如果你不在开盘前收到的，你拨通电话进来，我谢温头剁下来给你当椅子坐。开盘前我就告诉我的会员，长荣行、华航、长荣华、华航，看清楚哦。先看这句话比较快的，法人还是卖，如果开高可能会开高走低，可能会开高走低。航空类股有利多，昨天晚上是传出利多，日本针对航空部分又要开放了，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看到波音的股价大涨，达美的航空的股价大涨，你又被骗了，因为它会开高走低，开高走低，来看楚哦，长荣航的压力落在25.84，所有的学员，你这个算不出来，我会很不爽，你们上课在睡觉哦，所以说你还没上课的学起来，26.7，27.07。
全部命中卖最高。走了，走了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这有什么好屌的啦？再一遍，老师，你事后写的。我如果事后写的，我头剁下来给你当椅子坐。你开盘前就收到了，还没完，解完。运输类指数周线红灯，看解不完的。好，我没时间讲了，来，我要讲这边啊，这都验证到，我每天都在验证。好，来来，再一遍哦，十二月份关键报告，航运股还有戏。无论如何，无论如何，不要说我没跟你讲哦，关键报告开放最后一百个名额。还有刚跟大家预告的那个本益比十倍以下的，相信我，它未来的本益比会涨到二十倍，股价还有一倍的空间。不要说我没跟你预告，我完全写在关键报告里面。要怎么得到？很简单，我们电话号码02-2392-3988，开放让大家做一个所谓索取，只有最后一百份，02-2392-3988，永远相信事先预告才真的。祝大家假期愉快，周一再见。